悬疑问答。我梦在梦里，我去到一个学习灵法门的学校、啊、在那边遇到一个重修，他讲我问他灵性不会死的，我拿一个沙，我讲就像啊吃到那喉咙也不怕吗？不会死的，他不是这样讲的，他讲做三秒灵性他会流血不会停的。哦，是啊，是否呢？是一样的呀，灵、啊、一样的呀，就是灵性也会死的，死了之后他又会活起来的呀。啊，不是死了，是受伤了，受伤他流血了，不会停止的吗？ 那当然了，流不会流完的，流一会儿他又没了，他又开始愈合了、啊，跟人间一样的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嗯、啊，好啦，嗯、啊，好啦，明白了啊。